爱吃甜食、常喝咖啡的人要当心了，你可能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哦。我以前一天最少喝10到15毫克，这太多了。水，怎么还可以活到现在？有些吃甜食啦，或是喝可乐啦、可乐啦、咖啡啦。今天晚上8点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